好歌声，欢迎台湾好歌声的主持人孙淑媚、贺一航。是是是，好，你好，哇，小伟，哎，我们非常威廉，敬重的前辈，对对对，因为你们出来，我们真的是要用鞠躬这样。啊，没有没有，当我们其实上这个节目之前，我们俩很挣扎，挣扎什么？我们两个年龄加起来跟你们节目名字差不多了。哎呀，哪那么夸张啊？太夸张了，淑媚姐，快破百，快破百，我们现在快破百，真的。没有啦，不要自己往自己扯了。不过你们这节目我还特别做功课一下。怎么做？你怎么需要做功课？前两天特别看你们节目，哇，卖拖把，卖什么什么什么跳蛋，不是那个，是按摩棒，对不对？我看了，哇，做得还不错。节目内容非常不错，年轻人真的。谢谢哦，得到何大哥的鼓励。但是我觉得你们做节目啊，是有一点，我觉得倒是有点小建议。哎，请说。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拿手稿干嘛呢？哎，不拿，不拿。屌，拿什么手稿呢？对嘛，现在开始好不好？贺大哥都来了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现在是综艺界的那个笑料字典，是的，还有我们的歌后，对对，那现在要宣传新节目，很棒的节目啊！对，但在宣传之前呢，不好意思，有个任务给两位天王天后，我们真的是要玩游戏才可以来宣传的节目，麻烦你们了，玩游戏啊？为什么我们刚刚那么帅气的把我们的这个东西丢掉？因为不需要，这个不需要，对，好不好？哦，这样子，好。这个是我们大家应该都会玩的啦，哈，3D 愤怒鸟，来就涉及位置，来，麻烦。刚贺大哥说他想要当那只鸟。哎呀，贺大哥先吧。不是你的意思说，等一下用这个把我射出去。不，怎么可能？怎么敢？我们请洪生帮你试。贺大哥是这样子哦，我为您做解释哦，就是这样抓着啊，放在胸口往后拉，然后两只手一起放就射出去了。对，就这么简单，就射出去了。射中东西。射中一只呢，就是10秒的时间。然后它里面有任务哦，对，它有一个纸条，就是加一个新的，你要把那个任务完成，这样子还可以打钱。对，是的。节目现在怎么那么有成功过吗？当然有。当然，你要不要射一个试试看？不用。如果贺大哥他需要我帮他的话，我一定会帮。是的。或是淑媚姐，不用，男人靠自己，好不好？对，好。贺大哥，你射得出去吗？射得方便，还可以。你现在讲话怎么程度越来越这样子？不是，我只是问你，有的人就真的是射不太出去，射不了哎。可以的 ，OK 的，你看，还可以。贺大哥加油！而且我现在用抛物线的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差一点哎。刚刚这是示范而已啦，刚才不算。我们在家里也是很幼稚的，玩这种东西我们常玩的。来，太好了，超厉害的。会耶，小大哥。两个任务，对不对？插板得分啊！来，太好了，两任务，那就一个给淑媚姐了。OK， 好的，来，打开来。你先看这是什么？唱歌宣传。那唱歌就我好了。当然啊，对不对？麦克风。其实我很久没有听到淑媚姐唱好声音。可是淑媚你的歌都很悲，那我们宣传这个节目会不会有点太闷？没有，因为我想说把我们的那个名称啊加入在歌里面。没错。何大哥有一个。没错。何大哥就这样好吗？因为呢，贺伯有点嫉妒，所以我就不好意思打唱。好啦，那因为我们。观众群是比较老少咸宜的，是我选一首歌，放松，没关系，放松。我选一首歌就是比较不要看他帅哥就这样子啊。好来，他们都是弟弟，好，中间位置来，我简单唱个。那当然，我们的节目名字好的，好，大家跟我数一二三可以吗？最近有一些唱破音的一些人的方式，你不要这样出来啊。不会，中华民国，你可不要这样子啊。大哥要说吗？不要，你来，大哥。一二三，大家帮我打拍子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。一二三。开始，台湾好歌声好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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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！我起立。可爱。贺大哥怎么了？台湾好歌声好看，好看，很好啊。还是贺大哥来一个中华民国。哎，贺大哥不用急，因为你这边也有另外一个你要的任务。OK 的啦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跳。哦，跳什么？跳楼吗？跳楼。
没有跳舞宣传。我相信柯大哥从小到大舞蹈绝对难不倒你的。对，我都穿垮裤还怕你了吗？是不是 ？OK， 那我们就给你个 music。哎呦，哇塞！不是太怂了吧？来换电音的。哇哦！哦耶！哈哈哈哈哈！何大哥，何大哥，算了，算了了，何大哥，算了了，算了了，算了了，哎呦我去！这样剑宝就飞走了。台湾好声音，一定要看。好，贺大哥，我们继续就设几位置，设几位置 ，OK。来来来，刚刚呢？哦，不，这个皇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？是的，而且还用这种特别的方法，用这种，哎，大家知道那叫什么东西？插板插板的感觉。我这次要直接命中，好不好？好，直接命中啊！位置用对，加油！这样。来来来，柯大哥击中的方式真的是，60岁的人还是有这么一点，还是很会射哦。好，柯大哥你先了啊，好，真的吗？还是我们要请淑妹姐先？好，你看是什么内容，好不好？嘴巴宣传啊，其实就是很轻松的用嘴巴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来讲一下。台湾好歌声在八大的27台，每周日晚上9点会播出，大概1个半小时，里面的内容非常的丰富，有歌唱，有戏剧，然后还有非常逗趣的访问内容，希望大家可以准时收看。台湾好歌声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的。来，接下来这个柯大哥用眼睛宣传吗？也是嘴巴，哦，也是嘴巴宣传。好了，继续 non stop， 继续说。哎，我们在每个礼拜天的晚上9点呢，在准时在8大27台播出90分钟，里面内容呢，分成好几个段落，大家可以看一看。然后每个礼拜六呢又有重播，所以礼拜天看不到的呢，下个礼拜六还可以看得到，好不好？来，这就是我们台湾好歌声的这个活动看板，5月风华有个活动。母亲节快到了，所以我们有办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。我知道这个节目都是年轻朋友们的节目，那么你可以叫你阿公阿嬷、你爸爸妈妈，你陪他们一块看，表示你们爱心孝心，好不好啊？OK。然后活动内容就是大家可以喜欢唱歌的妈妈，或者想唱歌给妈妈听的，你们呢可以用那个 mail， 对 mail， 然后唱一段。对妈妈的，或是妈妈想唱歌的，然后寄到我们节目，寄到这边来。GTV272841K 小老鼠 gmail.com 就可以了。对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其实呢，因为我们贺大哥呢人缘很好，真的。那我们想要就是听听贺大哥 call out 出去 ，call out 给好朋友，听听朋友就是怎么样给你祝福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刚好就有准备。这个电话在旁边，旁边有值日生，对，值日生可以为您服务，对，好，那你是帮我拨一个，好，啊，不要念出电话哦，因为之前我们有朋友，这个笨蛋朋友啊，喜欢把人家电话公布出来啊，值日生好可爱哦，对，值日生是我们的100%女孩，那已经按扩音了吗？有，对，好，已经按扩音，我扣的这个人呢，喂，美秀，美秀，是，我啦。哎，老二，对了对了，老贺，嘿，老贺，我现在在那个娱乐百分百。美秀姐你好，我是小鬼。小鬼，美秀姐你好，我是威廉。美秀姐你好，我是淑妹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今晚你送下？我现在要坐车出去啊。哦，坐车哦。对，等一下有通告。哦，这样子，哎，不是，因为我现在在这个娱乐百分百做宣传，那是不是可以借由你的金口呢？哎，跟我们做一些这个，哎，鼓励一下好不好 ？OK。不要说金口啦，就是祝贺哥哥。哎，三八啊，我吹。哎，没有叫你吹喇叭。美秀姐，我们这是现场的。美秀姐，我不能剪，这个不能剪哎。这个台湾好歌声啊，这是个很棒的节目。那我们要请这个美秀姐呢，为我们，对，当然是用金口来宣传一下，可不可以？因为贺哥哥
哥已经很久没有就开心的节目了。对。然后呢，是一个歌唱节目嘛，是不是？对对。对哈，然后呢，因为我在戏剧上有跟他相处过，我觉得贺哥哥是一个，外表看起来就是一个，好像很避俗，其实他很小孩子，很可爱。哦，贺大哥很避俗吗？怎么可能？外表，所以我觉得他真的很像小孩子，很可爱。那我希望他的那个没有住啦，是住他的那个节目《收视长虹》。哦，太好啦，谢谢你美秀，谢谢美秀姐啦，谢谢，不要这样讲，谢谢你，然后，哎，谢谢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美秀姐，好 ，OK， 在这个同时间呢，宪哥传讯袭来啊，哎，真的，刚才传来了，我给大家听一下，听一下，听一下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听得到吗？听得到吗？听得到吗？所主持的台湾好歌声，收视长虹厉害了，真是见鬼了！而且这个节目真是太好看了，我夸我好歌声哦，夸嘛听华语啦。哎 ，OK， 有话听得到吗？听得到。宪哥刚刚传了一个就是语音进来，是，但有点像有人在模仿宪哥。是真的啊，宪哥是真的，宪哥是真的宪哥。OK， 好啦，希望大家一定要支持这个台湾好歌声啊，这所有的好听的歌都绝对在这一个节目里面，27台可以看得到。那最后呢，我们要请这个贺大哥再试一个，不用了，再用这个嘴巴呼吁一下大家，好不好？时间，每个礼拜天晚上9点，请准时收看八大第一台《台湾喝瓜香》。赞啊！谢谢贺大哥，谢谢苏妹姐，谢谢。下个有哪里？